随着宫廷剧《陆贞传奇》的热播，男女主角陈晓和赵丽颖也顺势成为火爆荧屏的最佳情侣，在于正工作室的地位一时间也风头无两。据了解，今年开春以来，于正一直在为新版《神雕侠侣》的人选范畴，近日终于有了定论。6月3日，于正工作室向记者透露，已经敲定让陈晓出演杨过，而正和陈晓戏里戏外都打得火热的赵丽颖也将有望出演小龙女一角。据悉，陈晓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庸迷，上学时就读过原著，虽然对于新版《神雕》的剧本还未来得及细看，但他表示李若彤和古天乐的版本是自己心中的经典。看到这里，小编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了。于妈，谢谢你终于放过我们的袁姗姗妹子啦！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